接下来下面一位讲者呢是我们的 Ken Ken， 那他刚刚有提到就是他这个在做这个包装啊，就是怎么样人跟包装跟环境可以产生一个连结，我们是热烈掌声听听看他的分享。
去跟他沟通，去帮他们找出其实是企业内部的价值，而不是只是塑造品牌这件事情而已。然后也希望他相信我们的价值，跟我们之后可能可以改变的事情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个实际案例，他现在是我包装革新第一阶段的案例，他是一个调味结果的系列包装。那这个包装我们改善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改变了它的使用方式，而比起一般调味坚果，它可能大量包装，但是它很快的会有油耗味，然后它会有软掉，我们不想吃了，可能就会直接丢掉的问题。所以，以这个小量的包装，但它是吸引人的，先让消费者愿意去尝试你们家的东西，去看见你的品牌，开始，然后再来是第二个，减少材料的使用。我们透过指责的方式把。一般业者想要告诉消费者的讯息，他可能有 DM， 他可能有库卡，有名片，把这些资讯全部都融合进手提袋里面。所以你看到右边的这张纸，它其实折一折就变成左边的那个手提袋，而这之间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粘胶的，它是不需要粘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在纸材上做了一个新的改变，所以它也不需要上盒，它就可以承载商品，然后不会让它太容易的破掉。然后第三个，其实礼盒这个东西对包装材料来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天敌，因为它同时必须要具有它是好看的，它是上下有诚意的，然后又必须要就是体面一点。所以在这个坚果的包装的话，我们是把桌游的方式融合进去礼盒里面，而让你送礼的时候它可以分享，它是一个同乐的。然后你把里面的东西吃完，它可能还不会马上被丢掉，因为它可能以一个桌游盒的形式继续留存在你家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系列的包装我们提升了五个点，包括刚刚看到的坚果小包装礼盒跟 DM 手提袋，它们这些全部东西都是用纸的卡榫构成的，而当中不使用任何的粘胶，在印刷方面是使用大豆油墨，然后包括在钢的礼盒是一体成型的结构改良，加上它 DM 结合手提袋，所以在纸材的节省上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然后最后它是单一材质的回收，对，所以我们是希望从产品包装跟人的互动方式开始，就做这件事情，延续到包装跟环境的共存关系，才希望利用这种方式去真正的提升品牌的价值。我代表是福瑞益智设计工作室，因为。我想包这些东西它可能没有这么的贴近我们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导致我们的粉丝经营上也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希望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的粉丝团看一下，我会在那边分享就各种包装的讯息，包括材料的讯息，这样子。我是刘凯婷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